打车你啊，正巴都，即系唔系打车打车，想打车嘅，识嘅嘅极正啊，劲打车，终极激死你啊！上年都係咁，十一係今日嘅1:09最快時間嘅參賽者係由48號車阿 Ben， 阿 Ben 你係幾度啱啊 ？OK 好，咁啊前排咧要坐低少少啊，前排坐低少少係，得，你喺邊度？車仔喺邊度？坐低嘅車仔喺度啊！啊，就呢個啦，呢個。好，我望一望鏡頭啊，前面。OK， 咁啊，呢十一位朋友咧，係今日嘅1:09組啊嘅70位朋友裏邊咧，就最快呢11位朋友啊，喺初賽裏邊。望喺呢邊啊，望住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望住，啊，望中間，好。OK， 好嗰邊好，點曬好，恭喜啊！咁啊，預備出賽噶啦嚇，咁咪俾你整理一下，有曬電噶啦嚇。咁首先出場嘅就係、是，好，首先第一位出場嘅就係第二屆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上一屆嘅2.2嘅冠軍同埋1.9組嘅冠軍啊 ，Sherman， 咁啊亞軍季軍啊季軍啊，2.2冠軍同埋咧上一屆嘅1.9嘅季軍啊，咁啊上年咧兩個組別佢都係奇特仔啊，今年咧佢咧就係、是、僥倖地咧喺第十一名裏邊咧就進入呢個決賽啊，咁希望佢咧今日嘅成績會比上一屆會更加好啊，但係咧都要問過。跟住來嗰十位朋友 ，OK， 咁啊睇下跑道員嗰度預備好未先。好啦，講多次啊，咁啊有個失誤嘅話咧，係會有1分鐘嘅加時啊，1分鐘就加個時啊俾你嘅，即係喺個成績裏邊啦。咁另外咧，衝線嗰陣時咧撞到阿肥家屋咧，係會加2分鐘噶，咁留意翻啊。咁啊，盡量咧就。唔好撞人家我啊！好 ，OK， 好，隨時得，計時完，預備。好，三號車。好 ，R18 第三屆麥攀爬車1.9組決賽即將開始，第一位出場嘅就係商文。
Sherman 咧就好小心啊，係未有失誤。一分鐘，用一分鐘時間嘅啫。哇！依、這個矮樹林咧就好頑強啊！哇！依、這個彎小心啲，依、這個彎哇好脆，夠太喺度啊！一手太過咗，同埋依個一分三十。哇！石頭陣咧就都要小心啊，因為啲石咧就會彈喺你嘅車，而出咗界咧會被扣分嘅又係啊！進入最後階段啦，暫時未有失手啊！好犀利啊！你啲掌聲俾啦，希望佢 keep 住啊，有機會進入三甲。好啊，呢個彎係外斜嘅，小心啲條口線啊！去到最後呢個路段，兩分十秒，咁樣，我冇用，俾人成咬住，呢度真係有啲唔抵啊！佢依個位慘啊，記住啊，依位啊，嗱唔好灰心住啦，因為有個失誤之餘咧，就係俾住呢個繩索咧就勾住咗。哇！難搞呢個都係。預備，真係預備。哇！見到個太嘅表情啦～71號車氣，預備啊！謝明，好啊！咁啊 ，Sherman 咧做出單分25秒啊，有兩個 mistake 係最後階段嗰度俾棘住啊！嗰度就真係嘥咗佢啲時間嘅，會係啊！咁啊，好彩雙位冇放棄啊，冇放棄到。好，跟住出場係71號車阿希。車手準備。3、2、1，Go！ 旗仔倒計。好啊，希。揸住個夾條車殼啊！咁啊，兩邊三板、四邊三板冇曬啦！哎呀，嗱呢度咧唔緊要，唔緊要，好少嘅啫，一次就好少嘅啫。好，盡量盡快啊，矯正翻，定啲定啲啊！30秒。反正啲，我相信呢樣嘢兩個面都係兩個啫，都係打和個同埋教之前啊，新聞嗰個面色一樣㗎嚇，有係咪？有機會啊！過咗一分鐘，有兩個失誤。努力完成埋雨啊，開段啦！
分三十。七十六七十六進入最後嘅一段。喂喂，企咗喺度。咦？安全啊！睇喎。好。一下。哎呀！我就。42哇1分4712秒啊，快時間來喎，這個但是有三個的 mistake 啊，臨到最尾衝線的時候呢有個轆彈了出去啊，那都 OK 啊，他行走時間快的1分47啊，跟住來到55號車飛仔，好啦，飛仔啊，俾啲壓力佢先。咁啊，飛仔係一個廠車手嚟噶，咁啊睇佢點表演啦。你講呢句真係大壓力啊，大佬！你加廠車手好細睇住喎，仲要，哎呀！三、二、一、go！ 好，有多啲朋友幫佢打氣啊！哇！肥仔打唔好中嘅。好暢順地上到天橋位，哇！半鐘時間，一下摸住，即係一下定兩下。哎呀，兩下兩下兩下，呢度隻鞋喺度。咁啊，兩個身唔喺度。一下，啲廠車手仲衰。啊！依、這個石陣咧，其實都危險啊，因為啲石都彈起架車嘅會有。呢個最後階段，兩分十秒，我唔會帶阿 B 翻屋企噶。好 ，OK， 非常之好啊。兩分二十一十九，兩分二十一十九秒啊！咁就呢個四號 mistake 啊！跟住到二十四號阿勇，好嗱，等一等啊，個跑道要整理一下先啊！阿勇等等，兩分二十九啊，先啊，邊度等啊？四個 mistake 嘅。火筒頭先咧就有個象徵車應該。了解。好，有邊位車手咧就喺個車度咧跌咗一個滅火筒啊？係咪你啊？係，試一試啊！高手，好高手。我今日出場就會是24號車阿勇啊，咁啊初賽做出2分43噶，
咁啊，同埋亦都係冇試車嘅嚇，好犀利。呢只彎就應該好易揸啲呢度啊，應該係安全啲。不過上斜都小心啊！1:40，小心地上呢個斜板。再跟住出場咧，就係應該係鐘啊，第七位進入決賽嘅56號車阿鐘。
一分三十，有三個三五。係咪掂咗啊？你？嗯？大手術。兩分鐘零二十八，兩分零二十八，兩分零二十八，咁啊，都暫時喺前面啦。好，第六位出場嘅就係二十五號車阿當。阿當好多人幫佢打氣啊！全家總動員。三、二、一、go！哇，好快！肥仔都計。仲有得飆出嚟啦！比較高速啊！定啲啊，定啲啊！盡量停住喺度，唔好喐，唔好喐，我俾你住啊！哇，喺呢個位置都停住，極少有啊！呢個情呢個情況啊，我俾你住。氣氛翻，一分鐘，有一分鐘時間，咁啊有呢一個失誤嘅啫，就有少問題啊。OK 啊，呢度暫時咧就一個失誤嘅啫，阿當定啲人，定啲人啊，保持住。呢段時間咧，我一分三十，分半鐘時間，寧願小心五碼，慢啲唔緊要，睇嚟。哦，有小朋友嗌行快啲，盡快噶啦！哇哇，救到救到，冇事。哇，好險啊！好啊，進行呢個最後嘅路段嘅命啦，上埋車路。兩分鐘，如果兩分鐘時間，有一個唔少啫，我話已經好好嘅俾提示啦，一分鐘啦，加住點樣？好啦，停到下呢度啦，好停。兩分十六隻，係咪兩個啊？一個啫係嘛？兩個，兩個，兩個，我咩邊度啊？嗰度一個。嗰個位嘛，嗰個你有冇喺度跌㗎？有冇跌㗎？可能冇。有冇跌㗎？可能冇。好，好啦，阿當咧就係兩分十六秒啊，加一個嘅失誤啊。OK， 好。第五位出場咧就係九號車。Danny 咧就依架黑色車啊，咁啊車身咧亦都有個 Danny 嘅字嘅。好，準備好未？唔使咁緊張啊！慢慢嚟。三、二、一、go！肥仔都計。
咗呢個橋嘅中間位置啊，跟住落埋車路，我要分開網咧，叫佢過到啊，咁快對呢個車台，好跣嘅車台咧，哎呀，三十秒，緊張啊！這個彎都開得咁快，好犀利啊！好少有嗰啲車啊，喺嗰個搖搖板嘅橋位都開咁高速咧，佢都好搏命啊！睇嚟佢心態咧就喺望 under 兩分鐘啊，睇嚟佢嘅走勢，而家用咗一分鐘嘅時間嘅啫，已經去到一半嘅路程噶啦！哇！啊 ，Danny 真係好犀利啊！呢段時間。有點可惜啊！好，跟住出場嘅係大熱門啊，路車 Lawrence。車 Lawrence 暫時都係一個身嘅啫，一分三十分半鐘，有機會啊！進入呢個最後嘅路段啦 ，Lawrence 上嚟一屆冠軍嚟啊！細佬，細佬，點樣發揮最好嘅表現？兩分鐘，一輪少兩分鐘時間，最後衝線位置，好停。2:08.68，2:08.68，有呢個兩個身。好，跟住到呢個第三位出場嘅就係德成，41號車德成。啊，睇德成先。啊，德成應該緊張啊，因為德成咧喺個2.2組咧係以最佳成績進入決賽啊，但喺個決賽裏邊咧就失手啊。咁希望佢喺1.9組入邊咧攞翻個席位啊。
仔都計。過了一分鐘十五秒左右就去到最後接近上斜路的路段，暫時他未有失誤住的，那俾掌聲，他會不會有零水花完全沒失而衝線的呢？咁睇嚟最後的路段啦。這個失誤寧願用三秒來換，寧願再慢一點在那個彎道，臨到衝線一個車位，個左頭都掉在地上，被加了一分鐘。好，跟住出場的就是11個40號車手，是第二名晉身決賽的。
做出兩分十四秒三十八啊！不過咧失誤嗰度就有四個。好，到呢個今日嘅一點九組別啊，初賽最快車手出場啦，就係四十八號車阿 Ben。咁啊，佢能夠保持住呢個一點九組別嘅頭位咧，就要睇佢依家嘅表現啦。準備好 ，OK。車手位 ，OK。三、二、一 ，Go。旗仔都計。好啦，阿 Ben 咧起步咧都唔會太快噶，係好 smooth 咁樣行先嘅。上車都係啊，要行翻個車頭嘅網啊！哎呀，車手唔好掂，一個啫，都係一個啫，仲有機會。三十五秒。哇！上一個搖搖板橋字啊！哇！哎，搖得好犀利！哇！個尾碌一分鐘，仲有一分鐘時間嘅啫。哇！安全度高，哇！落橋，跟住呢個喺樹林區域咧，都要小心。尤其是呢一位，好啦，去呢個碎石區啊，碎石區都小心啊。咁啊，阿 Ben 嘅車咧比較跳啊，睇嚟千祈唔好俾佢彈咗出嚟啊！一分四十。有啲石頭唔喐都好危險，其實啊，我用咗一分四十秒嘅啫，就已經上呢個斜路啊！暫時係得一個失誤嘅啫。最後兩路段。兩分十秒，一個熱身會唔會得到呢個總冠軍呢？有少少位置。阿肥 ，sorry 啊，唔敢撞啦。係。但係佢撞咗你啊！啲阿嫂，阿嫂去講咩？阿嫂。兩分二十。翻到嚟知啊。三十二。好，兩分二十三十二啊，咁有一個失誤嘅。大會嗰邊咧就計緊分數噶啦，已經啊，咁啊睇埋總分數就知邊位冠亞季軍啦。喂，影個半球仔啊！哎呀，耶咁啊！但今日嘅賽事咧就雖然完咗嚇，咁啊陣間會有頒獎儀式嘅，同埋咧就大家參賽者有份參賽咧。Thank you.